会王章句下十五，滕王公问曰：“滕小国也，竭力以事大国，则不得免焉。如之何则可？”孟子对曰：“昔者太王居兵，敌人侵之，视之以屏蔽，不得免焉；视之以犬马，不得免焉；视之以珠玉，不得免焉。乃主其其老而告之曰：‘敌人之所欲者，无土地也，无文之也。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。二三子何患乎吾君？我将去之，去兵于梁山，亦于岐山之下居焉。’兵人曰：‘人人也，不可失也。’从之者如归士，或曰：‘士守也，非身之所能为也。’笑死勿去。君请则于斯二者。”